早晨啊，各位，昨天我就给了一个难题给大家，就是正播我一首改编歌的和声演唱部分，要大家猜下究竟是我改编了什么歌。其实真的很难给大家的，因为这样估法呢真是很难估的。我们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和声。广义的和声就是指所有乐器的演奏，总之多过两个音符一起出现呢，我们就叫和声。但一般在流行曲演唱里面，我们讲唱和声呢，即是除了主旋律之外那些人声，我们就叫做唱和声了。譬如个主旋律唱紧哆来咪发嗦，后面有几个人呢就唱咪发嗦啦提，或者甚至嗦啦提哆咧，咁呢啲就叫和声了。咁和声呢就唔可以唱得大声啊，因为大声得滞呢就喧宾夺主嘛，係咪？就譬如我琴日播呢度。你会觉得有少少拗口嘅，五咪发咪拉嗦咪，唱成最终痛哭分离。咩最终痛哭分离呢？好似有少少塑料粤语咁。首先你系从来未听过呢个咪发咪拉嗦咪呢个旋律嘅，而配合最终痛哭分离，更加唔会听到，因为呢个系和声嚟噶嘛。所以有啲粉丝话：，哎，我听呢首歌，我都未听过呢个旋律。咁当然你未听过，因为呢个系和声嚟嘅。好，既然系咁咧，我又再俾翻我个 project 你哋睇一睇。如果好似琴日咁听法啦，最终痛哭分离。第一，你未听过呢个旋律；，第二，配上呢啲咁嘅字咧，好似拗音咁，好似系塑料粤语咁。我而家开翻个主旋律。主旋律就喺度，我开翻佢俾大家听。主旋律咧系早少少出现嘅。为何最终痛哭分离？咦，咁就听到咯，唔系最终痛哭分离，原来系最终痛哭分离。因为个主旋律系嗦嗦哆来哆发咪嗦，依个先系主旋律。咁我哋再加埋音乐一齐听。为何最终痛哭分离？完全为他死心塌地。我相信听到呢度咧，大家应该已经估到系咩歌啦，因为有晒主旋律，同埋啱翻音，只系改咗用广东话啫。好啦，咁究竟有冇朋友仔猜到呢？边残边咧就话连旋律都未听过，我头先讲咗啦，冇可能听过噶。咁啊，面海泽远就会支持类似嘅竞猜，然后再去睇评论。过光龙咧就话。先佢系猜，想和你去吹吹风，唔系四个字，唔通系回头太难，唔系。最终咧系猜到心如刀割嘅，咁原来佢咧，佢话咧佢系听唔到出嚟嘅，佢都系乱估嘅啫，咁样。呢首歌咧就系心如刀割，而我去到首歌嘅最尾部咧，我都用翻心如刀割几个字嘅，可以俾大家听下。能付出的我从不拖，却仍不可。我恨思想太多，如心给刀割。好啦，咁 OK 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听呢首歌嘅完整版本啊，咁记得听日星期六咧嚟听我嘅整个发布啦。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系卡洛斯。喜欢我视频嘅，请你关注、点赞同埋转发啦，拜拜。